观的牙医，技术出神入化到让美国巨星政要企业家都指定他。来听看他的故事吧。陈医师，你42岁对不对？对。哈佛的博士对不对？嗯，全美国哈佛牙医是第一名的。而且让大家最羡慕的是他年收入排名5亿哦。Michael Jackson、88岁山等这些好莱坞明星都一定要找他。那谁送你 Picasso 的画？Michael Jackson 的爸爸。就是因为植16颗牙，他太开心了。对，陈医师进了世界名人录是吗？对，我就有一个病人要拔13颗牙，那我就把他现拔，然后一起就14颗牙就植进去了。他们就看手表说17分钟，拿去金世纪的那个世界纪录，那个纪录要有4关嘛，第三关现在在审核了。你的成名跟一个法国很有名的画家有关系啊？他是88岁了，所以他很多人就说啊，要3年的时间，因为他老了没有骨头。我说要把全部做好要4个月，所以他就飞来给我做，做完了他就送我一幅米罗的原画。今晚答题问题，今晚帮你抓问题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访问一位传奇人物，什么样的传奇人物呢？那是在整个牙医界呢，可以说举世闻名。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通常我们都访问台湾这边的知名人物，为什么有一位举世知名的牙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台湾的子弟，那么在美国念了哈佛，拿到了牙科的博士，那么同时在那边开了牙医的诊所，在美国在全球都是非常知名的医生，而且呢，在美国有非常多的名人是他的病人，好，包括了 Michael Jackson， 你一定认识吧？像88岁山等这些好莱坞明星都一定要找他。那为什么他当牙科医师这么有名呢？我想很多朋友都有牙痛过喽。那通常我们如果去植牙，当然就惊哎吼，因为要植很久，而且医生就在咳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他13分钟可以植14颗牙，也因为这些技术呢，让他闻名全世界。好，今天这个年轻又帅的牙科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，但我们要跟他聊聊他的成长故事。好，先介绍今天现场的几位来宾。首先介绍的第一位是导游李奇岳，欢迎奇岳。大家好，我是奇岳。我先把来宾介绍完之后，我们再来解释为什么你在这里，好不好？第二位是我们的医药记者张顺芬，欢迎顺芬。你好，各位大家大家好。还有我们的也是牙医师啊，廖旭佑廖医师，欢迎廖医师。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好，顺芬其实大家都熟，那廖医师好像之前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。牙科主任，将当牙科主任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在美国开业，在美国开业已经20年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是先在台湾当医生，还是先在美国当医生？我台湾牙医毕业，然后在美国又毕业，在美国先当牙医师，这中间回来台湾3年，牙科主任。然后现在又继续在美国开业，又回到美国去开业了。那今天我们这位主角，听说你认识他？是。他是跟你什么关系？其实他是我老师，我植牙的老师。我遍访全世界各大名师，我觉得这位是真的是植牙大师。等一下，廖医师你几岁？我今年55岁。可是他比你年轻哎。他比我年轻12、13岁，你12岁有。我们今天这位医生才42岁左右。是。你50几岁拜他为师啊？哦，当然，这术业有专攻嘛。好，那翠芬没有毫无疑问，他是医药记者，所以坐在这里。那请问李奇岳先生，你是导游，为什么坐到我们这里？因为我是全台湾带植牙医生团去美国拜师学艺的代表。真的假的？天哪！为什么？真的，因为其实我跟陈医师认识的是也是蛮巧合的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 Christmas 的时候，刚好我带的是台湾这边的长官，到那个巴厘岛的四季饭店去度假，他刚好就奇怪，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，听到现在怎么隔壁会有一团台湾人在讲台湾话，因为 Christmas 那个假期很少会有人会在整团的会在四季饭店，那就过去聊一聊，发现哎呀，他们原来是一个家族来旅游，或因缘际会这样认识的，后来还说哦，他们有这样的医生活动。他们就看我可能觉得蛮可爱的，蛮忠厚老实的，就说啊，不然你来带这一团好了。后来带完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从此呢，我改观了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我现在每天呢一定要刷4次牙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怕牙齿万一不好的话，要植牙很贵。对。啊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我立志要念博士。后来为什么我去大？我后来为什么决定返回学校去大学去教书？然后为什么决定说我一定要再去念博士？就觉得。当我看到台湾一整团的医生20-30个，千里迢迢从台北这样飞到了 Vegas 那边，然后去跟一个他们算同行哦，
然后这样子的去学习，这样很谦卑的归零在学习，我真的被激励到了，被吓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位呢，就来介绍一下廖树佑医师的老师，好不好？但他其实只有42岁，如果没有说错的话。我们介绍的是陈俊龙医师，欢迎陈医师。大家好。还有陈医师的姐姐陈昭荣，欢迎昭荣姐。谢谢观众，大家好。师，你42岁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记得您是哈佛的博士，对不对？嗯。哈佛博士，那哈佛博士之前呢？之前在密西根。可能在你们心目中，如果念到哈佛牙医博士，是不是很厉害？那算顶尖的。顶尖的。全美国哈佛牙医是第一尖的，第一名的。啊，第一名的。是。哦。而且让大家最羡慕的是，他年收入5亿。台币5亿哦。你知道我们台湾那个平均牙医师一年收入是多少？大概300-400万。然后如果能到1-2千万的，就算是已经很拼很厉害的喽。对。他现在好多倍，平均一年植几颗牙？最近也开始来算，差不多3-4千颗。三四千颗，就是说一年365天都没有睡觉。那你不就一天这样是植多少？一天植10颗牙。十颗牙。可是通常我们以前，我记得我植牙要花1-2个小时哎。那陈医师，你可以做这么多颗吗？对，差不多啊，一天最多有植过60颗啦。60颗。对，但是其实差不多，大部分差不多几分钟就可以植完一颗吧。几分钟？怎么可能？我记得我上次植牙的经验好恐怖啊！就是那个医生啊，要先帮你，前面要先拔牙，然后他就要锯啊，把肉割开啊，然后后来这个牙齿拔出来之后，还要把骨头钻开啊！哇，那个经验好恐怖哎！你知道吗？他植牙速度比我们一般牙科在补牙的速度还快。他植一颗牙，我们补一颗牙还没补完呢。他已经吃完了。听说有病人太开心，以至于送他一幅毕加索的画。有，我看过。你有看过那幅画？在他的寝室。真的假的？对。OK， 好，这几位小孩子是您的孩子？我对。你的小孩？那这个是太太吗？对。太太长这么漂亮啊！对，而且他太太也是牙医博士，也是植牙医师。这两位是长者是谁 ？Michael 的啊 ，Michael 的妈妈跟 Michael Jackson 的爸爸。Michael Jackson 的爸爸跟妈妈，所以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他长大的城堡。OK， 这个是，这是 Paula Abdul， 美国的知名主持人吗？对，是 他是说 American Idol， 就是美国的星光大道。再来这个是，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爸爸，我给他植了16颗牙。那时候因为他在加州跟比佛利山庄的时候有看过7位医师了，然后都做了有一点失败。那有一些植牙体都没有成功，所以他后来就找那些医生都跟你说，有植牙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去找这位医生。这一张是照种完那种完的后几分钟就照了，哎，脸也没有肿啊。对啊，几天后可能会肿一点吧。可是16颗牙，我记得我植那一颗牙，我就泪汪汪，然后整个脸就这样肿起来哎。因为我还有拔牙啊什么的。对啊，他也是。他也有。我是把不好的植牙体拔掉。那个比拔牙还要难。然后再马上就把新的植牙体再放回去，然后就给他暂时的固定的暂时牙。所以他就可以就出去吃饭了。他可以去吃饭。不是要休息一段时间吗？不能有。因为我看过他的病人是在那边植完牙之后，就拿着一包小冰块、小冰袋，然后就在 Vegas 的那个赌场开始赌钱。但谁送你 Picasso 的画？Michael Jackson 的爸爸。就是因为植16颗牙，他太开心了，是吧？对。Picasso 的画现在拍卖史上不得了哎，那是天价哎，天价。所以人家说牙痛不是病，真要痛起来要人命。他已经真的觉得那个痛简直要他的命，所以他觉得你救了他的命，所以送你一幅画就对了。你到底是怎么变成一个这么有名的医生？好像姐姐她是一个小留学生，是不是？对，她小学一毕业就去美国了。可是你们家那么多兄弟姐妹，为什么只有你出国？对，要问姐姐，我也不知道就被送出去了。我们家有6个女孩子，2个男生，所以那爸爸就觉得说有2个儿子，那就一个放台湾，一个放在国外，看将来的成就。这是分散风险吗？这是做实验吗？